啊，太激动了，看得我很激动人心，啊，我太喜欢这个舞蹈了，真的，可惜我没有投票权。这个你敢说你不喜欢吗？我这就是你喜欢的类型。对，哥，好好，来来来，投票怎么样？哎，你着什么急？你着急？一个舞者，我觉得能看出功底，一定是在脚上，一定要干净。那种干净还包括你的力道、你的停顿等等。老师，我脚挺干净。啊，是吧？就我有一点点脏了。对，脏哦，你不干净。这个你看我不干净，你呢？我很干净。他是新学的。因为我喜欢看的很干净利索的一些动作。我的选择是晋级。他先洗地，我太了解他，他肯定会给你过。我太了解了。因为我特别喜欢您这种大框架，然后动作做的特别满的这种，所以我选过。哎，有关键又到你这儿了。哎，要不要看一下比较刺激的？这个别看了吧，我觉得。因为我上次看到你们选手里面，还有我的选手里面，一定有更炸的。我问其他的选手，他们是觉得如果能够等，他们会不想做 call out 这个选项。我觉得年轻的就是要去闯，那你不闯呢，怎么能够闯出一片天？我要来看点刺激的，有没有人不服？自己对了就不要上了，好吧？八，有没有？六，五。我没有太担心有谁会上 call out，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那个歌。没有什么 dancer 能够全部跳下来。有没有？没有人不服。一次都没有想过 call 别人，要不我跳自己的，要不我直接打车回家。是一个挑战大呀。漂亮，漂亮。恭喜晋级！谢谢老师。所以代表你真的很强，没人敢出来。你看后面我上来的人，韩庚哥表情就好，我觉得我给过，就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经历了前面几局啊，他们保守了，非常的保守。之前那么我来，现在保守了。哎呀，好，有请下一位。有请 Summer Wars 中国赛区单人冠军 B Boy 来球赵鹏程，一看就知道是 B Boy。 你来了，哥，下来。海选的时候跳了七次 breaking， 七个 round 我还发着烧。 B Boy 就是 B Boy。 你就是我是 B Boy。 B Boy 对。从我拿起麦克风喊出来，我说我是一名 B Boy 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已经赢了。跳 breaking 跳多久啊？我是练了四年，每天八个小时。子涛，你在练习的时候，你练习多少个小时？十几个小时。你是那些课，那人家真的是练 breaking 的，练八个小时。那你问我干什么？好，来投票了，千玺哥。对不起，在今天他跳了一个
breaking， 比如说小白去比还没有达到那样的一个级别。有没有人不服？倒数。哇，你是谁的选手？我真的没有想到他竟然会 cut 我，如果真的输给他，真的回去，哇，好丢人啊，真的。你是谁的选手？我是黄永涛老师。没有。音乐，没有音乐，叫这就是街舞啊！选谁都行，千万别选什么 idol 什么的占我们的位置。93号，这不是找死吗？那个 B boy 是最不怕 call out 的。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？你又不跳 breaking。我觉得这个音乐是比较适合。你喜欢这个音乐啊？加油加油！你这是。所以他就是我也没办法，都是自己的队员跟自己队员 PK。好好跳，别留。这个人有点颠覆我的想法。我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你完全可以再等一会儿出来，为什么非要在他这儿出来？因为很在那个坐着就很紧张嘛，然后我就说，只要是适合我的音乐，我听过的音乐我就上了。但我你真的是我特别喜欢的风格，你跳的也很好。哎，子韬，这个咱们说点比较话题比较问题比较尖锐的啊。你喜欢哪一个？我说实话，我喜欢这个，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喜欢与不喜欢的定义是不一样的。因为在海选的时候，我公司的新人也来参加了，也是选的我，但是我觉得还